好，跟各位分享一下哦。刚刚我要帮蛙宝换水的时候啊，就是从这个高度，各位看一下，从这里这样子，掉下来，啪，你看这个高度，这样子掉下来，啪，还好没事。啊，我要分享这一则的原因就是，如果你在整理蛙的时候，真的是不小心，你的蛙乱跳，乱跳，导致它从高处摔下来。各位第一个动作不是马上去把它抓起来，不要去动它，让它自己意识慢慢恢复之后，能跳动的时候，你再轻轻把它扶起，轻轻扶起，放到饲养环境。停止喂食2到3天，观察，OK。不然你有时候蛙如果本来受伤没有很严重，结果你一动它的情况下，反而有更严重的疑虑好，OK，谢谢。